八变街军复出，母子档拍戏。因为我发觉其实我最喜欢都是电影拍的。我知道，你两年前都是这样讲的。我发现呢，我离开了这个movie industry 之后，我发现原来我是真的很喜欢拍戏。昨晚啊，就被你恨到啦，签了英皇呗。生了两件的单亲妈咪就说大仔很有表演欲的。我很喜欢电影，那他都他说有没有角色给他吓住吓。是啊，大那个问题。大那个他问我，如果真的有你得不得啊，即是同个仔。是咯，母子档。表演啊，真正的百变佳君你都做到了，那就应该叫阿仔向你透视了。